在任何情况下，切勿擅自进入路轨。发生紧急事故时，乘客资讯显示系统会显示车站关闭信息或紧急疏散的特定指示信息。发生紧急事故时，依照亮起的出口指示的疏散路线离开车站。保持镇定，使用最就近的扶手电梯或楼梯离开。保持镇定，依照港铁职员或紧急救援人员的指示进行疏散。紧急出口只限于紧急情况下，依照港铁职员或紧急救援人员的指示撤离车厢。